给别点，快快快，把那些矿井都给我叫来，都带上枪，把那王八蛋全给我打死，反了他们！你这是怎么了？这是，没事。姓简那小子要杀我，我抬手就是一枪。啊，他太死了！你把他太太给杀了？啊，哟，那好啊！哎，你帮我把仇人都给干了，那我得谢谢你啊！没事，举手之劳。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给我叫人去！叫人？叫什么人？哼，我的任务是守着西矿，你把人杀了，让我给你垫背的。你这是见死不救啊！你呀，也别得意啊！我临来的时候，三爷都跟我说了，说让我盯着你点儿，那酸泥就在你这儿。什么？你罪过犯人！ 你什么心思我都明白，你想啊，阿武那儿没有，老贾那儿也没有，那当然是在你这儿了。把嘴拿开！哼，想讹我？不是，没门儿，爷我不吃这套。不是你等等，你管你自己叫什么？爷，你在我面前。 我明白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咱们俩早晚要见着面的那一天，走着瞧。哦，对了，跟你合作的这段日子，我还是很愉快的。我谢谢你啊，哎，这边请。 我呸！小野，哎，小野，快把矿上所有的矿井都集合到我这儿来，都带上枪，快点！是。哎，你们几个都过来，快点！各位兄弟，你们当中有的人是背井离乡来南阳找出路的。 也有的人是被绳索和棍棒绑来捆来的。布朗和险之父逼着我们签下永不见天日的契约，用永远也花不出去的猪仔币蒙骗我们，使我们一辈子替他们做牛做马，还让我们永远也无法赡养老家的亲人。我们是人，我们要夺回我们做人的权利，不能再让他们为所欲为了。 赵青啊，受够了！受够了！砸这个逍遥堂，讨还血债！镇家，有人看到险之父吗？有兄弟看到，他跑进了监工房。阿丽杰啊，矿上的矿井大部分都是马来人。 再上前一步，我就打死你们！阿丽西亚，Wahai semua orang, saya nasihatkan agar kamu tidak lagi bekerja dengan syarikat orang putih ini. Itu semua kerja bodoh. Mereka daripada China ini hidup susah, selalu ditindas oleh orang putih.
Kita orang Melayu dan orang Jawa pun tidak terkecuali. Kita adalah bersaudara. Kita tidak patut bergaduh. Kita patut bersatu. 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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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他让我干的，我。李明天，贤侄父呢？我起来，起来。他跑了，他真的跑了。他刚才还让我找矿井去镇压你们的，我没同意。 我知道他把坏事都做尽了，但杀人不眨眼，我怎么可能帮他呢？对不对？照你这么说，那你还是个好人喽。大舅哥，我真的是要帮你们的呀。哎，咱们现在再怎么着也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对不对？呸！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撕了你的嘴！砸了他！砸了他！周军，周军，周军，哎，周军。 你不看僧面看佛面，看着咱们两个人的女儿面上，你就饶我一命好不好啊？弟弟丁儿，我们没有想过要杀人，是你们和洋人把我们逼到无路可退了，我们才不得不起来反抗。是，你想平平安离开这里吗？行，那我们就给你个赎罪的机会。 把这些矿工和牛郎女的卖身契都拿出来，对，听我说，我们上路。这些卖身契上不但有他们的名字，还有你们强迫他们摁的手印。如果留下来，布朗还可以申请当局凭这些卖身契把他们抓回去。可是这，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我这是做不了主是吧？你想说什么呢？做不了主，走走走走走走，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我去拿。 一共833件，一件都不少，还有包括他们的那个千张的账本，还有他们的名字，都在这儿，一个都不少。你可以走了。我可以走了。滚！哎，好，谢谢，谢谢，滚，谢谢。 华侨废除契约劳工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当地的有识之士也纷纷站出来反对。 西方殖民当局不得不被迫解雇自由劳工。1914年至1916年，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相继宣布废除契约劳工制度。 阿泰，大家又来看你来了。
阿泰，我们家孟堂啊又大了一岁了。我也大了一岁，你钟大哥想你啊。我的胡子又长长了。这样呢？不是往左移，是往左转。这样可以了吧？你看你大舅笨的呀！再往左一点，转。啊？还转吗？再转一下。哎，我说你们两个啊，光指挥不干活，就会数落我。让你舅妈来啊，我歇会儿啊。来来来来，你来你来。哎呀，累死我了。大舅真笨呐，贴个字儿都不会。又把烟头弄坏，倒烟了吧？你怎么知道？阿妈和阿舅果然是亲兄妹。什么意思啊？都那么笨。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笑什么呢？你自己照照镜子去吧。乔乔，福到了。一个孩子给10块钱，不少了吧？少点，不过每年都包10块钱。都多少年了？赵信每年给我们家孩子100块钱呢。红包嘛，就是一个心意，没人会在乎多少。再说了，我们的经济情况能和赵信相比吗？赵信是我兄弟，不会在乎这么多的，包吧。赵信平时是没少补贴我们。但现在大部分华人商店都不能开张，我们家比较特殊，是用我的名字登记的，所以还能有收入。我想在这种时候应该帮帮大家才对。嗯，有道理，那你拿主意吧。啊，我忙着。干活喽。今天还干活啊？干，1块钱我都得挣，不然的话我又得去西矿挑泥了。你还想着当猪仔呀？哎，我可一直是猪仔啊，我一直是你阿丽基亚的猪仔啊。讨厌。老板，收钱。虾爷。你还没死呢，切！我死，我都进地底下多少回了？人阎王爷说不收，说我呀是上天堂的命。嘿，哎，老板，来碗河粉，然后多搁点辣椒，再加俩荷包蛋啊。好的，行啊，10年不见，饭量还见长了。哎呦，这都多少年过去了，你怎么还记恨我呢？啊？我现在不是总巡了，你也不是猪仔了啊！哎，你这最近操练什么营生的？哟呵，这黄包车不错呀！啊，哎，你这在矿上挑稀泥，这个铁腿功夫还真没白费。拉车呀，绝对是一等一的好材料。哎，你别着急走啊！哎，
等我吃完面，咱们就开张。怎么着？从早到现在，还没拉上活呢吧？不用。哎呦，大年三十的，你生什么气呀？我呀，刚从马六甲巡视回来，这多少年都没在新加坡混了。你入手，一会儿啊，拉我去一家高档的古董店。这就归你了。文文，别给阿爸闹了啊！给阿爸，我就和阿爸玩。来，阿爸跟你玩啊。又一夜没睡吧？嗯。歇会儿去啊。哎呀，本来还等着你陪我们去买衣服的，看来没指望了。为什么买衣服啊？大过年不得给爸爸买衣服啊？今天过年吗？阿爸，今天是年三十，明天就过大年了。啊，窦文，阿爸就盼着跟你一起过年呢。我都五天没等着阿爸了。嗯，有五天吗？昨天晚上等到天黑，还是没等着阿爸，后来就睡着了。行了，快去刷牙洗脸吧，晚上带你去秋菊阿姨家啊。哦，去秋菊阿姨家过年了。今天晚上没应酬吧？大过年的，你还不让我吃顿团圆饭啊？哎呀，是该歇歇了。哎呀，我是得好好歇歇。这儿，这儿。嗯。阿妹。哎。我去修烟囱了啊！你和玉仙赶紧去买菜，准备好晚上的饭啊！哎。哎，对了，荣大哥和赵谦都通知到了吗？都通知了。好。阿妈，给我压岁钱，明天再给。明天又想赖着不给。哎，这孩子还不知道店铺不许开张的事儿吧？这孩子心重，大过年的就别让他知道了。不知道也好，这越不许开张，我们这个年越要过得红红火火的，你说是吧？嗯，行，我去买菜啊。哎。阿泰，义父，我们的店被迫关张了。大家为了给我鼓劲儿，约好了在我们家过年。我给你们两个也备下了年夜饭，到时我们一起过年。大哥，这我都准备好了，来。写副对联挂在门口。哎呀，过大年的没个字儿啊，总觉得缺点什么。哦，就要去永定回福建老家了，有什么好写的？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去，这过大年的门口没个字儿，总不好看是不是？就是，你是听的三叔的吧？好好写一副，也给我们碉楼添点喜气。大哥，每年的对联都是你写，今年咱也不例外。来吧，大哥啊，元兰。你们说说，这些人不是败类是什么？大军阀，小军阀。现在啊，不管什么人，只要手下有几个人，就可以打肿脸充胖子，自称是北洋的什么系什么派。于是呢，就满世界的撵钱、买枪、买炮，闹事鸡飞狗跳，不得安生。啊，你们看。这报上还说，现在有很多老华侨，他们回国以后，想叶落归根，安度晚年，可是生生被他们又赶回了南洋啊！临了临了，连死都不能死在自己的家里。过年的，你别看这些报纸了。谁说不是啊？哎呀，现在啊，但凡是从南洋回来的，甭管他有钱没钱。都要被那些土匪军阀刮上三刀。哎呀，现在想走的走不了，想回的他又回不来。我们倒是能走，可你大哥不让。
谁爱走谁走，我反正不走。来，你就写吧。鸡飞狗跳，乱世闹；神鬼不安，军阀道。要不再来个横批：无处安身。算了吧，也别挂了，这挂出去，非得被别人抓了。那就别挂了。明天就走，我到永定去。哎，我说老大，你说我这饺子面搁多少水合适啊？不知道。哎，你这韭菜什么时候摘啊？那我得一样一样的干，是不是？您这，我说老大。你说这显爷也是啊，他这晚上明明有这饭局，还让咱给他包饺子。你呀不知道，显爷呀，他就是为了在他娶这番婆子面前显摆。他这杨婆子没见过咱们中国人过大年啊，他看什么都新鲜，他老想在家里啊让咱们中国人给他包顿饺子。他吃，就显爷请这个杨婆子，长得好还先搁一边。哎呦，你看他这是什么毛啊？哎呀，我老道，长了一身毛啊，他没关系，他有权有势就行。你看那范婆子，他爹多厉害呀！大哥，刚才有几个送请柬的。请你去吃饭，耽误你回来。谁呀？一个什么洋务买办，还有一个什么军需处的马长官，啊，吕长官。嗨，这帮人憋着一肚子坏水，不就是为了捞钱吗？没安什么好心。我说你俩这么拒绝他们，会不会得罪他们呀？得罪？哎，明天我们就搬家了，他们上哪儿找我们去啊？大哥，我把话放这儿，咱们就是搬回永定，那些当地的大小军阀也肯定不会放过咱们。不放过又怎么了？他们能吃了我吗？你看你这不是抬杠吗？阿三的意思就是提醒你，即便是到了永定也得谨慎，别树大招风再惹出麻烦。什么事？在中国的地盘上，我们中国人还得躲着中国人。这怎么吃啊？这个我不吃了。一共是7100块，这还不包括学校和医院的新年捐款。如果再加上年前打点那些洋人的费用，今年这个年得10000多的支出啊。学校和医院一分都不能少，尤其是那家医院，那家医院救过阿泰的命，而且没收钱。另外，税务司和海关的红包都算进去了吗？都算进去了。下个月税务司的罗德曼要做寿，又是一笔。送，只要他敢收，咱们就送，一个都别落下。哎，晚上联谊会有一个除夕酒会，指名道姓让你出席。大过年的不吃年夜饭，开什么酒会啊？我们不是约好了要去邝姑娘那儿的吗？人家茶餐厅刚刚被迫关闭，我们这时候应该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个时候该关心的人多了，先看请柬吧。你说这谁出的主意啊？都是些中国人，净整洋事儿，这不扯淡吗？听说是新上任的会长提议搞酒会，不去不合适。新会长？啊，刚从欧洲回来。
这没上岸呢，就给封成会长了。听说原来也是个中国人。这是什么话呀？他生下来是中国人，他就永远是中国人。本来约好了跟舒燕还有儿子去买衣服的，又泡汤了。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人家舒燕早带着文文出去了，高兴着呢。阿哥，你说咱们忙来忙去的，这忙什么呀？哎，是想回个国都没时间。这会儿阿妈的饺子馅该调好了。哎呀，你说的我还真馋阿妈的饺子了。哎，玉文来信了，说开平是待不下去了，阿爸准备回永定把学校给办起来，咱们这边赶紧把钱准备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用。你不说我差点给忘了，你说咱们忙的呀。不过阿爸也是的，就说好了让他来南阳过年，说什么都不来。国内现在这么乱，他在国内待着，我们能放心吗？你怎么来了？没看见外面挂着牌子吗？今天不营业，你请便。啊，郑家，我路过，我来吃碗炒粉。炒粉？你是真没看见还是装糊涂啊？哎，这整条商业街，但凡是中国人开的商店都关张了。还炒粉，我给你炒盘福寿糕，你要不要？啊，阿哥，那你们就忙吧，我就是来看看你们，给你们拜个早年。行了，我去炒吧。回来，我去了。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我其实早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可是我就不敢进来。好多次了，我都在大街上看见你，我都是躲着走的。什么眼神啊你！还开古董店？喂，你怎么拉车的？你看着大爷穿的破是不是？拉那么快干什么？你奔丧啊！吃吧。谢谢啊。有筷子吗？哟，你吃饭还用筷子呢？我以为你吃饭给你个盆不就行了吗？阿哥，怎么了？你这是干什么？怎么，你还帮他说话？要不是他当初翻脸不认人，你至于现在还是一个人吗？小点声。就算不是夫妻，好歹也都是从唐山老家来的。他既然花了钱来吃饭，我们就不该这么对他。我跟你说，阿梅啊，这种人白吃也就白吃了，他的钱我可不要，我嫌脏。这筷子你要给，你去给。大舅，哎，不能。糖水煮好了没有啊？煮好了呀，走去。来，这是孟糖吧？都这么大了，快吃吧。哎，怎么了？不好吃？好吃，好吃，好吃。这十年，我靠拉车过活，没敢走太远，一直在新加坡的街上转悠。
日子过得吧，还凑合，就是没脸见你们。好几次了，我在街上看见你，我都躲着走。真的，秋菊，我知道我以前不是人，我别说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你今天怎么会想到来这儿？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你也看到了，现在生意不好做，我跟我阿哥过得也不富裕。秋菊，我不是来问你要钱的。我今天来，我是想告诉你，我看见地皮丁了。地皮丁？啊，他跟我说，他之前都在马六甲，刚刚回到新加坡。我是在拉车的时候碰上他的。他没在外面吧？他没来，他更没脸来了。你知不知道他这次回来是干什么呀？他让我把他拉到一个古董店。这家伙是不是要鼓捣什么事儿啊？他愿意鼓捣什么就鼓捣什么，跟我没关系。你快吃吧。程二爹，阿泰，我给你们上鱼头了啊，可能有点咸，盐放多了，外面乱哄哄的，根本吃不出来，你们别嫌弃啊。来，我给你们倒点酒，来，你们喝着啊。哎，我去忙去了啊，你们吃着啊。饺子来了，小饺子来了。哥，交代不周，大家多吃点，别客气啊！太好了，人家不客气。什么酒会了，来不了。大过年都这么忙，快坐呀，吃饭，坐坐啊，来。我们一条船过芬兰南洋的，又在一起过年了，大家吃好喝好，玩得开心啊。舒燕，谢谢你送来的花啊，增加点气氛嘛。漂亮。海吉啊，你儿子呢？回阿婆家。姥姥家。哎，那你这红包你带收着吧。谢谢。谢谢啊。准备好了。张经理，以后还得多多提携我们广汇银行啊。哎呀，哪里哪里啊，简董事长开玩笑了。谁不知道广汇银行在南洋那是首屈一指的银行啊，就是伸个小拇指都能把我给掀翻呀。啊，是啊是啊，还得这您多提携我们呀。共同发展，共同发展。来来来来来。请诸位用掌声欢迎新会长。诸位同仁，鄙人冼之富离开此地已经整整十年了，今天才刚刚携夫人一起回到南洋。我没有想到，我还没有下船，上面就委任我做联谊会的会长。哎呀，在下真是受宠若惊啊！但是我想，恭敬不如从命。
我要马上出任，而且尽我最大的努力与各位通力合作，这样才对得起上面对我的委任，以及大家对我的支持、信任和帮助。但是我一直在想，怎么能跟大家认识一下呢？恰逢今天是除夕之夜，你们中国的除夕之夜，我就斗胆发下了请柬。真没想到大家会这样给我面子，舍小家为大家，来此欢聚一堂，共度佳节，真是美事一桩啊！啊，在此我提议，我们大家共同举杯，为我们侨商能够在南洋明天更辉煌，干杯！干杯！干杯！请，请。您好，您好，您好。简老板，别来无恙。十年不见，一向可好啊？你是在盯着我这只手看的吧？十年前逍遥堂留下的。那一刀我没砍准。握个手吧，这是心里很流行的。做人要大气，我都不往心里去了，你何必呢？我要知道新的联谊会长是你，我就带把刀来了。开个玩笑，何必当真啊？催问鸡往南洋，鸡娃飘扬高飞鸡催爱上岸，祖国身体个为保重啊，保重个身体个带顽抗，鸡娃认真口气个飞真上岸。催问鸡往南洋，思念人家情分的为求长安，家中的父母的爱孝顺啊，热切的事情的袂担当，寄望亲高才爱的莫思量啊。亲爱的，这位就是我在德国经常跟你提起的简兆庆，广汇银行的董事长，年轻有为啊。简先生，这位就是我的夫人特兰塔，德国军火商曼尼家族的千金。简夫人，幸会。看不出来啊，简先生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大银行董事长。是啊，没想到简会长能娶到这么有姿色的番婆。啊，什么是番婆？番婆就是我们中国人对外国女性的称呼。要知道，很多男人都是靠娶了番婆才发的家。显会长这么出众，当然要娶像您这么尊贵的番婆，品味了。啊，亲爱的，你娶我，感到荣耀吗？亲爱的，能够娶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荣耀。谢谢简先生你的提醒和赞美，我很高兴。很高兴认识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哇，他太会赞美女性了。哎，大林，这点你要向他学习。没问题，亲爱的。哎，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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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少喝点儿。哟，弟妹心疼了。哦，多来点，多来点。我喝。喝之前我要说两句。我本以为啊，大家因为华人商铺被迫停业，过不好这个年。可是来的路上，我看到了很多华人在街上放着鞭炮，而且邻居之间在相互说着一些鼓励的话，我很欣慰。我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马上要过年了，首先预祝我们的国家能够早日摆脱战乱、饥饿、贫困，能够早日富强起来。另外，也预祝在座所有的好朋友，祝大家过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完了，好，好，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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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快到了。来看一下时间，有到了，到了，哎，到了，到了，到了，来，三、二、一，过年。